今日咧就嚟到沙田，咁會周圍行下嘅。咁而家去上去出閘先。出咗閘，咁呢個沙田新城市啦嚇。鹽城廣場。咁而家就十點幾啦，咁好多鋪頭都未開嘅。咁睇下周圍環境啦，都好多人行，因為呢度都係一個通道，咁所以都好多人行嘅都係。新城市廣場啦，周圍。呢、这個沙田新城市咧都好大間蘋果店咯、啊，前面有新聞處咯、啊。嗱、新城市嗰邊都好多金鋪，咁行過呢邊啦、啊我會直行嘅，穿過其他商場嘅。呢個沿途都好多金鋪，咁如果多自由行嗰啲人咧，咁呢度真係好旺。你條波可以行咩？條波啊！我俾人呃噶。穿過隔離啲民生嘅商場啦，嗰啲。都民生鋪啦，嗰啲。再前邊行啦。呢度都好多燈泡嘅，都因為早啦，有啲鋪頭都未開。咁我哋繼續行呢一個商場啦，多啲民生嘢嘅，有嘢食啦。咁呢個係沙田中心同埋沙田廣場嗰啲商場嚟嘅。咁基本上都租曬出去嘅啦，都係。咁再向前行啦，咁有啲鋪頭裝修緊啫。咁有啲啊。係照租咯，咁但係九成幾都租滿曬嘅喎，你講好啦。有啲鋪頭裝修緊高層。經呢個出口出去啦，行其他位啦。行出咗嚟咧，對面就係、沙田中心啦，嚇。咁好多商鋪嘅啦，即係上高就係沙田中心嘅咯。係咯，頭先嗰個商場沙田廣場啦，嚇。咁出嚟對面就係沙田中心。咁呢個就係一個通道咯，咁都好多人行嘅，亦都咁而家都係早啦，咁同埋平日啦啲人翻曬工啦，咁呢個假期呢度咧都係好多人嘅都係，再向前行咯，呢度啦，即係沙田中心嗰啲通道咯。咁周圍環境都係咁樣嘅，咁有地產鋪啦，有 KFC 啦嚇，同埋都有美心餅店啊嗰啲咁樣，
對面都有商鋪嘅，咁佢基本上啲商鋪都圍住呢個一樓嘅商場嘅都係。係咯，呢個都係沙田中心咯，有間銀行咯。咁沙田中心就有條橋通過對面咧，就好運中心嚟嘅咯。基本上都是連住的，沙田廣場、沙田中心、好運中心、都是幾個屋苑都是連在一起的了。因為它這個商場一樓呢就、外邊呢就全部鋪頭，它裡面商場都有的，今天就未必行商場了。周圍的環境呢，看看沙田那些樓價，這個好運中心對面，它也有一條橋的，連著就是、沙田街市那邊的這個位置。再入翻沙田廣場啦，睇下啲地產鋪嗰啲價錢啦。咁呢度都有嘢食咯。咁有大塊胡豆油、花生啦。咁呢個都係沙田廣場在直行啦。咁呢個商場都旺噶咯。咁而家誒個時間早嘅啫，同埋平日嘅啫。咁係咯，乜都有咯。Thank you.